你怎么找我啊？哎，小胖，快点去财务领2万块钱工资。干嘛？我着急回家见爸妈。不是，聂总，怎么又是我？我不去。假扮我男朋友。我不去。哎呀，主要吧，我爸妈喜欢你这款，不行了。那10万。你坐地起价是吧？你没10万走不了。那行，别去了，我就回家告诉我爸妈你得病没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聂总，5万也行。不去了。2万。不用。200，聂总。那行，走吧。哎，不是不是，那聂总别给啊。聂总，聂总。哎，问你个事啊。什么事啊？我一个朋友想跟你倒套近乎，然后我送礼也不收，请客也不去，你给出个招呗。他们家领导养狗吗？嗯，好像养了一只宠物。嗯，你那朋友先跟狗混熟了，然后把遛狗的技术活弄到手。啊？还跟狗混熟啊？哎，看来你比你那朋友也强不到哪去，这都不懂。那你在朋友圈的领导下楼遛狗的时候，给狗加根火腿肠，注意啊，用完狗的时候千万别扔，尤其是火腿肠别断，否则它咬你。漂亮。